称千岛之国，由于位在热带地区，平均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明星大暴走即将在此展开一系列的比赛，第一站就在印尼的巴厘岛展开。今天的来宾则是黄威红队的王少维、张彦明、夏雨桐，以及白队的纳豆、郑凯中、小勋。而今天决战巴厘岛的比赛规则是，两队需依照线索寻找挑战关卡，挑战成功之后才能得到下一关的提示，成功挑战所有关卡的一队即为获胜。感觉像是有一种，然后我们要进去寻宝的感觉，感觉会有一种机关很多，真的机关很多。我觉得你们这外景出太少，我觉得这东西真的要由我来帮你们搭界的。我有问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曾经来过印尼，非常想谁？等我一下，我去问他一下，会花一点时间。谁啊？什么意思？收工吗？对啊。多凉！你不觉得这里很舒服吗？外面大太阳，这边居然有个凉亭可以让我们休息耶。好了，我跟你讲，这应该问当地人。我们这边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们这个有船有桨，啊，这边是哈利，这边是海龟，我这样开过去有一堆船。easy。人生地不熟的红队一行人决定先问问当地人关于照片上的线索。You know, 是的 ，Yeah, by bus. Yeah, after that you keep going, big road, by bus.一直走到大陆，然后 not in by bus， Coffee Bali， Coffee， you know this place？ This fa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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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ular。Here， hello， location， I know this Coffee Bali。Location， you know， 感觉像这个真的很有名。Thank you， we are so lucky。又问到一个很重要的人。Go go go！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yeah， OK。哎，很宝贵耶，第一关就问到了，一公里大概1000公尺，然后往那个方向去。走，不要管那个纳豆他们那一组的。Do you know this boat？ This boat？Kayak. This is kayak. No. Go down. Yeah. Walk down. They have kayak. Walk down. Okay. 他叫我们。This is not kayak. This is what? This is what? This. 竹工。竹工。竹工。Yes. 哦，你是哪一组的 ？OK. 就是他们坐在前面，是不是 ？Thank you so much. 这里吗？坐在那个方向。哎，你知道吗？我家里住在那个什么水库，全就是跟这个一样哎。就是那种，就是后面有个那个马达，马达。他说你每天回家都在坐这个船。对啊。哎，小旭每天回家坐这个船的，超酷的。我知道，因为我去过他家。对。麻烦死了。哎，你去过他家？没有啦，那是拍节目的时候。哦，是真的拍节目吗？对。哎，我的照片居然在拍到，我看到了，凯亚，你看。哎呀，真的是凯亚。哎，他在坐我吗？嗨。哎 ，Hello。嗨 ，Boss。嗨。嗨 ，I love you。哎。嗨。I miss you。I miss you too. 说到巴厘岛，最有名的莫过于水上活动。白队目前所在的沙奴海滩，则是以水上活动闻名的地区，不管是风帆、潜水或划船，这里都有。而他们这一关所要进行的就是独木舟 PK 赛。进行方式是白队需指派一人与船老板进行划独木舟 PK， 若挑战失败，则由另一人挑战，直到有人获胜才能得到下一关的提示哦。这个很简单 ，OK， we three and race with you， OK， yeah, OK， from here just from ther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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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我们派出的第一棒呢，就是郑凯中。为什么？因为你人高，哎。你这种手长脚长，你还输他就拍垮，你这啊有哦，一拍垮哎，好啦，好啦，第一棒就郑凯中，好吧。而白队首先上场挑战的就是郑凯中啦。轻松获胜。
喜欢干的这个工作。小姐，你过来这里。在的咖啡店是巴厘岛当地人最爱去的咖啡店，不但店家的历史悠久，出产的咖啡更以高品质闻名。来来来来来，对照一下有没有？哎，我们这有一个图案，照片 ，Coffee Bali House， 有没有？一模一样的图案，是我们找对地方。其实哦，我跟你讲，我的心得是，不要跟着纳豆，我觉得这个任务就不会错误，对不对？对，他只会往吃的地方去。而且我觉得跟他就是会比较多的灾难。对，你不觉得我们来虽然困，但是至少是顺利。顺利。对，我要先找一下那个老板，老板一下，哎，到底我们是不是找对地方了 ？Hello，Hello，Hello， 欢迎，欢迎 ，Morning，How are you？How are you？Hi，We come from Taiwan。You are owner, right? No, I'm the manager.既然来到巴厘岛最棒的咖啡店，当然要了解一下火红的原因，跟着经理走吧。雨桐，你要不要试一下？啊，没有，真的很难转。你不要给他搬坏了，赔不起，好不好？你要给他搬坏。可以啊。没有，等一下，等等，你咖啡豆都没有够。因为，其实我对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现代化的咖啡机，你知道吗？我们喝完之后啊，要把这个粉很重是？哇，真的很重哎！最后要磨成粉，是这个是？就在经理的热情招待下，三人上了二楼，继续探访这家特别的咖啡店。这是什么？咖啡贝丁。哇，咖啡豆可以做成这么大号 ？So big. But why does it have red color? Which one? Which one? 为什么颜色是？Because we need some more coloring.他的意思就是咖啡色的大部分都是咖啡豆，那红色他们可能会自己想办法吧。有机会是吗？你看像另外那一幅全部几乎就是以咖啡色的色调为主。This is all from the Coffee Bean。而另一方面，白队换上纳豆与全老板 PK， 到底结果会怎样呢？难缠的对手，白队有可能获胜吗？那豆帆船的怨气，连小孩都被牵连。
这场毫无胜算的比赛，白队该怎么办？不断翻船的纳豆开始思考，为何老是赢不了喽 ？I know what's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not because you and me. It's because it's both and both. Okay. You and both. Yeah. So weird. Why?换一下好不好？换船，再一次。来一半。OK， 好，我们 use your boat， you use this like boat。OK， 来这。We give him 20 seconds， 给他20秒，给你先出去好不好？对 ，OK。我们还有经验嘛，好不好？我们20秒，给豆哥。And you go back， you go back 究竟纳豆和船老板交换船之后，有没有因为船比较轻、比较豪华而多了一点胜算呢？哎呀，看来好像是没有。纳豆，你看船老板笑得多开心啊！我看你今天是很难赢喽。此时，红队三人终于见到这家咖啡店的主角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This is Lua。啊，鹿啊！哦，这是麝香猫哎！我一直以为麝香猫是猫，结果它长得像梨哦，跟臭鼬的感觉。所以你讲对了，真的是臭鼬的感觉。是不是我讲对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他吃的这个 coffee bean。So they actually the coffee is like this. This is the poop of Lua. Poop. Yes. This is poop Lua.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便便啊，便便。他麝香猫的便便哎。他说那个麝香猫吃那个皮，他那个皮的吃那个皮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皮是甜的，对甜的。那他只吃甜的部分，那里面因为咖啡豆是苦的，所以他本身加上他也不消化这个咖啡豆，所以他就直接把它排出来。可是因为这里的人认为那个咖啡豆是最好的，因为它消化过之后会产生一些特别的那个。说到这里，今天红队的挑战就是味觉大考验。他们必须猜出6杯咖啡中哪一杯是闻名于世的麝香猫咖啡，猜错的话就必须将咖啡喝完，直到猜对为止。好，现在这个6杯端上来了。我真的说的我分不出来，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咖啡的味道很浓香，然后呢，麝香猫咖啡夹杂在里面，其实现在要如果不喝的话，其实靠闻来判断。There is one.Yes, you know.And balance， 就比较饱和一点，饱和 balance，yeah， and full body after taste， 我整个身体都是有那个 full body， full body， full body after taste， it's more longer and stay on your mouth， 持久。你说这老板啊，说要试咖啡也要很讲究，感觉很像要在试红酒的、试白酒的感觉。老板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试这个咖啡？How do you taste the coffee? It's like this, the secret. First the coffee, you take the coffee. Number one, Chinese. And then taste like this. That's the secret. Yes.我吃拉面的感觉，然后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然后再把它那个气吐从鼻
腔里面吐出来。那好了，我们三个人现在有个策略，就是说我们眼睛都有两杯咖啡，反正两杯嘛。对，我们喝完之后，我们来看哪一杯咖啡是最有可能是麝香猫咖啡，然后最后再请老板来决定，就是看到底有没有选对。好，那我们先从我就照他的方式来。好，我们先每一个人先拿一杯好了。要先闻，先闻，第一个步骤。不用先第二个，尝，对，很像吃拉面的感觉。好，好，好苦哦，好苦，哎，我的很苦哎，我的超，我的才苦好不好？我的苦到喉咙哎，我的苦到胃，我要晕倒了。坦白讲，大好，如果严格来讲，我认为这个不好喝。那你是说顶级麝香猫的咖啡不好喝？我猜这个，如果说因为我们没有喝过嘛，对啊。如果要以便便的感觉来讲，我这个有很有可能是有便便的东西成分在里面。我这个还有颗粒，没有啦，那香。可是这个真的很苦哎，因为老板刚跟我说苦那个味道会持久嘛，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觉得那个苦都还在我的舌根，就是还是很苦，就也很有。真的，那个味道挥之不去。我这个带，而且有个土味。我这个带一点酸呢。我试第二个，再试第二个。这个没有苦味。我这个闻起来就是有点甜甜的感觉吗？好，感觉啦。我们用拉面试喝法哦。怎么还是苦的？我觉得我这个。真的假的？是有苦味吗？就是有苦，可是没有苦到让我会想这样唱出来，不会，而且有回甘。而红队三人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相信雨桐的话，推出第四杯咖啡。We all like this most this one. We think. How do you like it, this? Because it's more after taste. Yes. We feel smooth.Balance.我们先赌一把，好，先赌。错了，我们再喝。说不定老板是欲擒故纵。对啊，说不定我们是真的，一喝就中。对啊。好了，换了。一，你不要，我们就拼了啦。一二三，翻，哒哒。啊，不是啊 ，no wrong。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老饕。对，我们不是老饕。完了，第一杯猜错，愿赌服输啦，好不好？游戏规则就是说，猜错了就把它推回来。这个由我来，太感动了，没错，你真面啊，真的，很难喝。啊，好苦哦！哎，但是你要想，这是我们三个人公认他已经是最顺，真的。虽然红队第一次没有猜出哪一杯才是正确答案，第二次他们能把握机会吗？就说了，说哈啦，说了，好了，你代班是做哈马来吗？这次换我班。你看，你们想到底是不是麝香咖啡？是不是这一杯呢？一、二、三，哒哒，错，还是错了？这一杯。叶明这么悲，都帮女生喝了。女生，身为一个男人，当然女士优先。反正这边我来喝，真的吗？刚刚也是，对，因为他一开始这两杯我都有，我都有。你喝不完的，我们再帮你续。今天连猜错的红队，他们能否汲取经验，在第三次猜出正确答案吗？他每次都是这样子模棱两可，对，跟我们一样的。This one is wrong. Okay, let's prove it. Can
you can be more friendly. 不要 friendly. Okay. 李准。OK. 男人的直觉了啦，好不好？好不好？你翻。你还没翻过啊？我还没翻啦，我还没翻。翻，男人翻。对。他们能够闯关成功吗？纳豆和凯中的恶整让小勋泪流满面。有人跟我飞，小哥们。感情破裂的白队该如何继续比赛？男人直觉了啦，好不好？好不好？你翻，你还没翻过啊！我还没翻啦，我还没翻。你翻，赶紧翻！对，好了，一、二、三，胜！叮咚，叮咚！是不是？直觉不是？我从嘴第一杯你就是喝的那杯，你还讲话？不是，我一开始我就说这，我说我真的确定，因为它真的有那个水果味道。对，我刚闻的时候也觉得有，而且我其实我没有很，你一开始讲的时候我还没有很真的有，但是我自己闻，你自己闻，它真的啦，它真的有水果的味道。自己闻，认真闻，不然就是严重鼻塞。哎，我刚刚这两杯你们也不喝好不好？这个耳鼻喉抠了，没有，可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啊？这个耳鼻喉抠了，这边还是要谢谢老板，你给我们见识到麝香猫咖啡的特别。对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what is this? This is your next job. Next, this is 第二项，下一项任务了。第二张照片，一个什么什么类？好像拱门哦，还是拱门哎？这个符文，他这边写什么 ？Lake 卡卡 ，Restaurant，Lady 卡卡 ，Lady 卡卡。而白队这边决定让小勋从一半的距离跟陈老大 PK， 看能不能多一点获胜的机会。小勋从那边，小勋先不要滑，小勋不要滑，先不要滑。小勋从那边开始 ，OK， 从这边，我们从凯勋从这边 ，OK，OK， 来 ，Yeah，You will lose the game，OK，OK，One two three go。没想到纳豆和凯中的恶整让小勋这下可真正的气歪了，纳豆和凯中该怎么收尾呢？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关要闯哦。
回家。后面还有小心心，后面很多关要闯哦。你还好吗？你装扮完整啊！你现在在镜子前面，你还是立刻飘在。你没有翻船呐、啊！你刚刚讲笑话，害我想翻。他刚刚跟我讲笑话，说他这个话在内裤，我在摸尖尖。真的，我真的没有在内裤，我真的没有穿的。你看，这个没有穿。那你私下在讲吗？就在那边讲吗？我很难吃啊，你直接。没有内裤这种事情，两个大人在车上就可以讲了。怎么回事？就在安抚完小军的怒气之后，船老大也将下一关的提示交给了白队。白队在询问路人之后，也向下一关前进喽。今天的最后一关是在巴厘岛著名的餐厅展开，但他们可不是来这里比赛吃东西的。两队必须学习巴厘岛上最富传统气息的三种手工艺：木雕、蛋仔以及爷爷编织。最后由老师来评分，获胜的队伍即可品尝巴厘岛美食脏鸭餐。才艺呢就是雕刻，那我刚才看到啊，这师傅他们都是在雕刻之前呢，可以画一些就是他们想要画的图案。So I can draw whatever I want. OK, no problem.所以他就是自己画完之后呢，再用这个黑色笔涂边，然后最难的工程呢，就是他们最后的这个雕刻，把那个线雕出来，沿着他们的线慢慢雕。所以我先第一个步骤，先画出我想要画的东西。眉毛磕出来了，眼睛磕出来了。Can I try? Can you try? Put this between two foots.上面画很困难，我现在决定画一个比较简单的，像这些都太难，这都 difficult。So I try more easy. Okay. If I do something bad, teach me. Okay.就在此时，白队也抵达了指定的闯关地点。这批工作真是敬业了，我跟他们都是很久，你们已经到了，为什么？很久了，而且这个都是我刻的，而且你刻了蛮多的，你看，是你刻的，这是我刻，我示范给你们看，我不是说一说而已，真的假的啦？我真的是学了三十几年了。从上一次录音到现在，我就没有。等一下，我来问一下，不是啊，第二关肯定赢你。这个是他做的，假的。哥们，你们这么快就到了？三天前。我们现在在干嘛？你看在干嘛？其他人呢？他在画鸡蛋吗？喂，哟，哎，那都哥，我在画你哎。等一下，你在画蛋呢？蛋呢？你看。你要先画一个，你要先画个草图，然后请他们帮你画了之后，你再上色，对不对？怎么是我画的？I did by myself. 你自己不会，我不信。I did by myself. 现在再画一个，不是我画的啦，就是他画的。Am I good? Jangan tipu 哦，不可能。
它这是空狗，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做手工艺品的地方吗？对，然后我们要挑战那个才艺。对，有挑战，要挑战是什么？有啦，我相信。你看，叶明画的，你看就歪歪的，你看老师画的，你看。人家已经画了十年，我才刚学十分钟哎，好美哦，大象，你看。你这人不要来泼我会好不好？正开中，他们还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呢？只要那刀一出手，什么损失都会有。Excuse me, you lose. 他把大家画破了。Teacher, best student, best student. Exchange.没有蛋的了，谁害我的？没有蛋的纳豆该如何继续比赛呢？而白队三人在知道这一关的规则后，也马上展开各自的手工艺制作。是你做的吗？他有先割给我，稍稍给我吃。难怪，也很厉害，好不好？ OK 啦， OK 啦，勉强啦。那我来做的话，肯定不一样。来，我来看，你做。OK， 给你折一半，要先把它刮顺。哦。啊哈。啊哈。其实这个也蛮。就是小朋友在前面电子前面不要乱学，因为它是有刀要割的，但这个也会割到人，我要小心一点。我好怕割他的手。心灵，这边。真的不赢耶。啊，走。什么？Setengah Setengah is 一半的意思。Setengah dan. Cukup ini lagi sekarang satu. Wah, 好硬哦，椰子的那个椰子哦。压不住，就是不要打断，不要断弄断，因为他怕我割到他的手。是，他过来。没想到我要。我现在在做一个上最难的幸运草的线条很简单，它一片叶子是长这样。你骗人啦，你在乱讲话啦，怎么办啦？郑凯中画的是哆啦 A 梦，但那边我是张彦明啦。郑凯中在那边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会，你会输我，你就不要紧张。我跟你讲，彦明画哆啦 A 梦，我个人觉得实在是没有太没有诚意，日本的东西。我们现在呢，既然是代表一种中日交流的，不是中日，我要讲什么？我们代表，我们来交流一下，我们画代表台湾的东西。我要画一个槟榔，槟榔，对，你画得出来吗？我跟你讲，槟榔掉下来，好的吧。我跟你讲 ，Excuse me, you lose。他把蛋画破了，这一戳破里面还蛮有机会啦，好丑。You know this is trash. Very beautiful. Because this is no. He failed. Another one, please. No. No chance. Teacher. 他画破完没机会了。这个蛋真的太软了。Okay, teacher.不行了，不要了 ，Give me another one, please. You can't, please. 不能 ，please. You can't give me another one. I want more than that, please. No, you can't.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please. 哎，那你咋破坏我的了 ？Just one more. OK,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please. Give me, please. Give me one more, just one more, just one more, okay? But this is skin. Okay, thank you.你画你里面的讨论。So I have, so how do I use this? Right now, okay. 捉迷藏哦。Okay, 没有看到。Okay, yeah. 我从另外一边出，我要发明新的画法。
这是意思开始叫开始叫老师好，我在加分哎，加分题哦，不是这个有点难穿哎，老师我看我这样穿穿你要把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拉拉 teacher best student best student teacher exchange Logic 没有大的啦，谁害我的，不是 one more I know this one more you like let me check 怎么可能没有蛋呢，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啦，没有蛋了，没有蛋的纳豆该如何继续比赛呢？来没钱？怎么可能没有蛋呢？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啦！没有蛋了。Noeg 我跟你讲，现在菜市场买来得及了，对不对 ？Supermarket， 来了 ，Noeg， OK， 我跟你讲，就算没有，我们用这一颗一样可以画出好东西来。好 ，Thank you，Thank you， 没关系啦，这个也可以画，好不好？我直接了。我已经出师了，你有没有发现？有啊，你的画可以听哦。可以，我怕你骗我。左手是关键，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左手要灵活，那个线条才刻得出来。左手，就是左手。你连左右手也都搞不清楚，你确定你可以跟我比？我可以，我可以，我快好了，不要这样子。那你现在是哪一手拿榔头？右手，右手拿榔头。随着时间的过去，紧接着到来的是关键的评鉴时间了，到底他们的成果会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雨桐和凯中的爷爷编织吧。我好了，我也好了，经过辛苦的训练，我的手指哇已经脱皮了，你看我这个多漂亮，多好看。是我吧，你感觉就有点粗糙，我就觉得比较细致一些，而且我加上我的那个 sense 把它做一些花瓣上面的搭配。现实不是靠讲的，我跟你讲，你刚还不偷我的花，像偷我的花。不要说偷，我们花是共同一起用的。我哪里用到你的花了？谁的手比较快就谁拿。我跟你讲，我这个你看做的多美，它有一个明堂，你知道吗？就在泰国花就是供佛啊，不泰国不，哎，印尼，印尼是供佛嘛，对不对？你看我做的花开富贵，五颜六色，你看富贵花开多好，你看这个就是我的成品。等一下，你这个底是我做的。什么？是你叫我？底色我帮你稍微补一下的，拜托。是啊，他有帮忙一点点啊。不你这个我也有帮忙一点点啊。哪里？那这个花是我刚刚进来，你看拿走的，是不是？我这个比较有意思，你看站在镜头前面。你来这话还不是抢我？真的啊，真的哈。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们用老师来评分，看到底是谁。你比真的，你真的。哎，什么意思？哎，他没有想帮我翻译的意思哎，你好，我帮我翻译一下。反正你们都听不懂嘛。跟我这样子。反正你们听不懂嘛。老师说你的。也美，你的比较，你的好了好了，他的是比较美，不过我的也蛮美。看来红队先取得点，接下来看看彦明和纳豆的成果吧。没有问题，这边有我撑着，好吗？这个你上面说明一下我的作品。这是鸡蛋，这个是螃蟹，哎，那这个是一个鳗鱼，还有鳗鱼，对，鳗鱼，鳗鱼，他们两个抢一个蛋。因为呢，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你看，像小学生的感觉。哎，什么小学生？这个是一种抽象。经典呢？不是，我们不能问这个老师，我们问别的老师。但是 teacher 不是，他不是教这个。哎，因为刚打破他的蛋，你不能问他。他问他，马上教我们的。OK， 等，我来问，你要帮好我。不能，哎，不能公器私用啊！没有，我们这个节目是公平、公正、公开啊！你觉得 ？You believe that? You believe? Prefer? Believe 就是要选 ，prefer。Mana 战队 ，Mana 战队。Mana 战队。什么？好了 ，Mana 战队 ，Mana 战队。No, you can't！ 你不能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是输一分，你这样不能这样，让公平选择，好吗？还有这个好玩吧？公平选择 ，OK。Choose one. Are you? You believe? You believe? Which one is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no. Choose one. 他选的吗？
他选的。No！ 我们怎么办呢？哎，我对，我来，我来，就比来，就比来。所以赢了，不用问了嘛，不用问了。螃蟹，螃蟹。看来纳豆和凯中输得很不服，只好过来请少伟和小军评评理哟。你看我这种东西居然会输啦！真的吗？怎么了？现在这很简单。哎，什么意思？我们在认真比赛。我跟你讲，最后一棒吧，你们赶快比啊！最后一棒雕刻，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是不是？不可能！小军拼了，小军拼了！来，我不相信。等一下，我不相信虾都会雕刻。你是哪个公司？是我画的哦，也是我雕的哦。你看小军，小军，小军，我要劈了！小军从头到尾，他就只有我在磨这个，他连雕都还没雕呢。你没有搞错，因为我的花是线条最不好磕的，就是圆圆，你看它就是直的，这怎么直的？是多有艺术感呐！艺术感，小军，小军，你看我们多立体！为什么我们要花电工站？你自己扪心自问，这是什么东西？他都在花。你根本电风扇啊！这不是有字吗？有，我还有字。什么意思？看完全看不懂那个字的意思。我们请老师来评分。评分的时候来了，好不好？我们大家，真的果真你们没有了。Teacher, you choose one. Mana, winner. Let you finish up to the big thing. Please, teacher. Mana, teacher. Which one is better? And this one is a boy. Ugly boy. No. Which one? Which one? Hold on. Hey. 看来不管再怎么吵都没用的，都改变不了今天的比赛结果。今天最终就是由红队以2-1获得胜利，而接着就是赢家最开心的用餐时刻喽。而今天赢家的奖品则是巴厘岛上最著名的当地美食脏鸭餐，只要来到巴厘岛一定要尝尝看，才不会白来一趟哦。我跟你讲，我们不是属于那种就是会欺负弱者的人，真的吗？我们一定会分配。我就知道是伟哥这个，我真的没有看错的，是的。对啊，你一定要分配好。等一下，你们要这样子。我们吃小的东西就好。对，留点大的给我们嘛，对不对啊？好了，我就给你们。那你的意思叫我们吃白饭啊？这是我已经镜头前面白饭可以，你们赶快抢好不好？赶快抢。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肉啊，因为那个肉有点太嫩。这个鸭哦，皮太酥，肉有点太筋实。不喜欢，这鸭到底怎么样啦？分一下，分一下。我不喜欢这个蒸，有点太脆了。好吧，你试试看它的味道。不是，你下地狱啊你！骨头啦，骨头来，骨头也开心啊，谢谢。别那么下贱啦！赶快，赶快！我们根本不是这种人了，我觉得要分给他。太低了，好吃哦。我根本差一点点就。好好吃哦！我会分给你，来，拿住！不是，下地狱吧你！好了，哎，我跟你分给他们，我跟你分交情，好不好？你看，哎，等一下，他都分给我们哎，大家分一下，大家分。没有啦，但是我们不能光是吃。你知道这个脏鸭，这个叫什么？脏鸭餐。脏鸭餐啊，这个是好的由来，有由来，而且是我跟你讲，全场哦一定要有那个学识渊博才知道由来。而且是纳豆啦，听说非常厉害的点。对，纳豆可以讲的让大家知道脏鸭是怎么来的，说出来会吓死观众，真的。多赌不多还不知道怎么来，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说做完节目，大家好像只要打打闹闹。不捡，不捡，我们要稍微点过稍微去研究一下。没有讲。你好好说一下，好好说，这真的很看重你，我看重你，我看重你，花力这么大，能把我这样子吗？就这样子，就是挖一个洞给他跳。这边老板原本其实呢，他不是在卖鸭子，而且这样子啊，对，他原本在做别的生意，可能是种种田啊，还是什么的。有一天呢，他就突然看到一只就是这个很脏的鸭子走了进来，他突然说，哎，还是我来改卖脏鸭好了，然后从此就卖脏鸭餐。这
真的，这个是真的，你们自己上网去查嘛。你确定观众看到这一段不会反弹吗？王少伟，他在但是讲真的，他的鸭子真的真的好吃啊，因为他的皮真的很脆。不是来这边真的好吃，真的不知道你是因为饿了还是因为真的好吃，真的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好了好了，你这做的蛮好的，你看你这个分的比人家吃，好好享受，好好享受。想当大厨，要会选食材，还要有知识。好大的，好大，好大，好大的，看他的 face， 哇！手臂，手臂，哇！